想练到自己的这个生根不漏，你非得要启动自己的玄武。他是这个掌握着这部方法的秘诀的师傅啊，所以说大家呢好好的去拜拜拜拜呢，祈求一下啊，让他呢传给你的灵的这个系统一些秘诀秘窍啊，那么很快的就可以帮你启动你的玄武啊，然后那么就修炼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啊，修成不漏身也就有希望了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天元神修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，还要靠已经成就者的师傅们的帮助啊，所以说你才能够一生成就啊。如果光凭自己的一个力量来修炼的话，那要很多事的累积啊，那么叫无始劫的累积，那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成。整个阿里山的山势呢，就是由这座山给抱起来的。那么那个上面那个高起的那个呢，那就是它的主峰，叫靠山。右侧的那个就是虎头，看起来拱起来的那个叫白虎头。那么正面呢有一个青龙，青龙方刚好是在神木区，待会儿我们走过来的。啊，明天我们会顺着那个白虎区走一下。啊，所以待会儿下去我们会走神木区，去进去那个森林里面养一下自己的肝，啊，调一下自己的仁德。可以是山欢水抱必有气，啊，那么这个山的这个抱寺，所以说最后解穴呢就结在这个广场，啊，它的脉线呢就是从着那个主峰下来这样走过来，这样往这延伸的一个脉线，一个脉线。基本上咱们睡的那个宾馆呢，啊，就在它那个大的脉线那个区里面，啊，所以在那边睡觉特别舒服，练功也特别舒服，啊，大家也珍惜今晚上还有晚上时间，好好练功，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刚才给大家在那边讲的青龙方的解穴地，刚才你们看到的是那个靠山跟白虎山，啊，这个地方呢就是青龙，弯过来的，这是青龙头。然后整个解穴的地方，啊，就左青龙的这个地方，所以是这个草木十分的繁盛。早，让你们来看是看风水，不是看风景。昨天上课刚讲了修炼人跟普通人的不同，所以说你们要把这个学的东西应用上去。那么在相关的风水课程中，我曾经讲过开战，啊，就是青龙白虎，朱雀玄武，啊，他要从这个。高祖山、祖宗山、父亲山、孙子山，啊，孙子山就是解穴的这个地方，这是啊，那这就是它的，暗山，啊，这是这个整个的暗山跟青龙白虎抱的这个，就适合做城市，啊，那么所以说这是大地理风水，就是将来呀，人家哪个国家啊或者哪个大城市找你去进新城镇的这个选址。你就要在这面从一二三四五五层开仗，啊，五层开仗结的穴呢，这个是很尊贵的，啊，所以说苗栗是一个很好的宝地。因为在这儿练功的话，你很容易伸长，是个圆的，啊，因为它的珠本身就是个圆的，因为五层五个龙啊，从这个我们是说高祖上面的太祖，太祖高祖这样一层一层的啊，这个啊不是太祖。后面是高祖，高祖、太祖，啊，这个祖宗，然后在父亲山，啊，儿子山、孙子山，这样解过来的穴，那就整个的这个苗栗呢，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穴场，啊，
这个是很难见到的，就是在图上可以看到，但是一般的地方你找到这样的五层开仗啊，能截出的穴的地方并不是很多。为什么以前的国家要发达要有国师啊？那这个国师干什么？就是专门为城镇选址、皇宫建设或者大的城镇选址，那么他要下去，下去要带着他的这些徒子徒孙去砍鱼啊，寻穴啊。所以是以前呢，这个最早的在伏羲氏已经开始重视这个东西，但是那个时候叫穴居，所以他找山洞啊，他基本上是不搞这个建设的。后来呢，在我们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大禹，这个舜帝啊，舜帝居住的地方很快就变成城镇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会看风水啊，所以这个风水只是一个道的一个妙用啊，就是要阴阳啊，要四象全。所谓昨天讲的四象就是什么啊，老阴老阳、少阴少阳啊，换成四象就是青龙白虎朱雀什么玄武。说是前方朱雀山，后面玄武山，左为青龙山，右为白虎山，四个地方交汇的那个点就是苗栗的中心点啊，就是整个苗栗的中心点。啊，我们住这个酒店呢，刚好就在这个脉线上面啊，整个开张下去的脉线上面，那这条脉线就下来很美。他们这边当时也有人，就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了，但是他呢占了一个右白虎方啊，所以是那个庙应该很有钱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但是功夫不咋地啊，因为境界不是很高，如果站住青龙山他的境界就很高啊，所以是你通过这个风水一看就知道那里没有高人，但是有钱啊。是讲对的啊，庙的前面那个圆圆那个叫月光山啊，那在后面有没有，后面远远那个月光山后面不是有个庙吗？啊，那个是象山啊，那个眼睛是黑黑那个关公，有没有大关公？那是苗栗县公馆这个盆地的中心点，在哪？我看还没看到那个关公。有树的那个有没有？来过来看关公嘛。啊，那就是关公。啊，关圣帝君，我们的玉清宫。啊，玉清宫。玉清宫，那是苗栗整块盆地的中心点。哎，那个就是非常香火非常的旺盛。啊，那个公司又是从那一个明凤，从那个明德水库那边一个分灵下来的啊。那现在那个庙现在要委托我们设计。